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张静。各位早上好，我是周韵。今天是2019年2月11日，星期一，这是猪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了。很多人呢今天就正式的开工了，我们也是工作日第一天就来值班啊。首先要祝大家开工大吉，哎，对吧？新年快乐，开工大吉。这猪年呢，假期这个春节假期是过了，但相信今天一开工的时候，很多人聊的还是这个春节假期里边都有什么样的感受。昨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句话叫为什么假期那么短，因为假期没有上午。对，就睡过去了是吗？对，所以你觉得特别快，我这样的就是典型。而且你这样马上要上早班的人，你就觉得自己的生物钟调不过来，很痛苦是吗？是啊，所以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收看我们第一时间这些观众是可以的。对，包括假期里边坚持收看我们第一时间的观众也是可以的。看来这个假期依然是保持正常的作息，这样回来上班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节后综合症。对，回报就是您会觉得假期长一点。 对， 那当然了，假期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这儿陪老人呐，或者说陪孩子。其实平时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忙，没有时间，所以只有当有假期的时候才能够静下心来陪他们聊聊天，陪他们玩一玩，真是觉得有这样一个假期好像满满的充好了电之后又重新出发了。对，尤其今年假期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印象，就是这个亲情友情啊，在这个不放鞭炮的春节里边啊，一点儿都没变冷清，反而变得更加的热闹。大家对于这种情谊、家还有朋友之间亲情的这种珍惜呢，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比方说荧屏里边播放今年特别火的，包括年前的那个什么啥是佩奇啊，四个春天啊等等一系列很沉浸的过年感受亲情的这种纪录片挺火的，这是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宁静当中情谊更深厚了。对，比放鞭炮那个热闹的不在外而在内心里边。没错，那我们也特别想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在过年的时候有哪些新鲜事儿，有哪些好玩的事儿想跟我们分享，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来跟我们互动。当然今天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梳理一系列的假期里边除了这个不好统计的情感以外，之前好统计的就是假期消费的问题，稍后会给大家带来详细的一个梳理。另外还是和大家要聊一聊这个不好统计的，就您的忧伤啊、感动啊、惊喜啊、新鲜啊等等，都可以通过和我们今天这个互动来告诉我们。工作日第一天吐槽，把心里话都端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假期里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同时也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每天呢我们将免费送出50本好书。今天的节目您还将看到以下内容。春节假期全国接待游客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全国口岸出入境人员增长超一成，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万亿元。第一时间为您盘点中国年春节旅游花式祈福，游客祈福扔钱币，锦鲤钱凤求生存，任性游客公然抱走模型猪，工作人员追赶300多米才要回，文明出游仍待提高。武艺扣碗游而不腻，平泉南沙酥香甜爽口，承德年饼子粗粮细作引八方来客。中国年货地图今天带您看河北。印度多地发生假酒致死事件，近90人死亡，目前已抓捕至少30名涉案人员，查获超过400升的假酒，几十名地方政府官员和警员被停职调查。聚焦热点事件，搜索时事新闻。今天咱们这个新闻热搜榜这些数据啊，都是盘点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的。比方说春节假期全国接待的游客是突破了4亿人次，而全国口岸出入境人员增长超过了一成。另外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呢，除夕到正月初六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的销售额突破了1万亿元。另外交通运输部说呢，前20天这个春运啊发送超过了13亿人次等等。逐个了解一下，先看一个总的数据吧。这是春节假期呢全国接待的
总旅游人次是达到4.15亿人次，同比是增长了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也同比增长了8.2%，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根据统计显示，旅游过年已成新民俗，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游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春节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山西、内蒙古等12个省区市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安徽举办彩灯大会、舞龙舞狮、斗空竹等民俗体验活动，广东的广府庙会、迎春花市、醒狮贺岁、客家山歌、采茶戏等非遗项目让游客流连忘返。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广大游客和市民的广泛欢迎。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比例分别达到40.5%、44.2%、40.6%和18.4%。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34.8%。据了解，基层和乡村的春节休闲方式已不再只有唱歌、打牌、打麻将老三样，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极大丰富了人民的节日生活。全国各地县乡村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村民当上了春晚导演，左邻右舍成为舞台主角，逛庙会、猜灯谜、旅游文化巡游等迎新年活动吸引广大游客到农村去闹新春，草莓采摘、柑橘采摘成为亲子游的热门活动。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的396座城市举办演出、展览、庙会等1500多项活动，讲述美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日益丰富的春节文化生活彰显国民幸福，处处体现大众对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好生活的认同和文化自信。全国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假日期间提前部署应急值守和安全检查工作，加强对重点部位的安全监管，多部门联动，文化综合执法效果明显，市场秩序良好。春节期间，北京、四川、湖北、安徽等地向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提醒大家安全出行、文明守礼、勤俭过节，强化文明旅游氛围，传播文明旅游理念，提高市民和游客文明旅游素质。为什么刚才特别强调一个是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呢？的确，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文化部和这个旅游部门合二为一，成了一个统一部门。诗和远方在一块儿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大家这个以进故宫过大年、什么进宫过大年等等一系列的文化旅游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新的体验式的旅游吧，确实在这个春节假期当中呢，给大家留下了一些很新鲜的印象。当然，有文化也不代表大家所有都已经文明了。稍后会有一组片子告诉大家，到底我们这个春节里边还有哪些不文明的地方是和这个文化过年啊是冲突的。当然了，出国旅游的人呢还是非常多，增速是比较快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也通报呢，春节期间全国边检一共是查验出入境人员1253.3万人次，这个比去年春节呢是增长超过10%。出境主要的目的地排在前10位的包括了泰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春节期间入境622.2万人次，同比增长9.51%，出境631.1万人次，同比增长12.48%。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处入境增长最为明显，共722.2万人次，同比增长15.97%。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和港珠澳大桥口岸均刷新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次记录，分别达10.5万和11.3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采取提前预测公布客流高峰、根据客流变化调整警力安排等多项措施，保障春节期间口岸通关顺畅。其中，深圳、珠海等地边检机关加强与港澳移民部门的联络和协调，共同应对瞬时客流高峰。春节合家欢聚团圆的日子也是一场全民消费的狂欢，那么到底今年从消费层面有什么不一样呢？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8.5%。新兴消费电子产品、地方特色产品销售增长较快，
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过年最隆重的一顿饭——年夜饭，有了新吃法。网购半成品年夜饭已成为江浙沪包邮区80后、90后年轻消费者的新选择。天猫半成品菜同比增长16倍多。过年提前囤菜成为过去时，人们更多选择网购新鲜蔬菜海鲜送货上门。不过大吃大喝可不是春节餐饮的代名词，取而代之的是健康消费。春节期间，阖家团圆和走亲访友的同时，消费依然红火。不同地域的人消费爱好也不一样。京东数据显示，北方人爱吃，东北人爱美，云南、贵州喜欢购新衣，广东则喜欢换新机。这个春节，很多年轻人的知识年货也早早就配齐了。乐信旗下分期乐商城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阅读、听书等多个知识付费商品销量比去年大幅增长，成为热门分期年货之一，购买主力是95后。看来这个年年轻人的光阴也没有虚度。农村人过年的消费也不一样了。京东数据显示，春节期间3线以下城市的消费力强劲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60%。一方面，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返乡过年，有效带动了家乡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电商渠道下沉，让越来越多的乡村用户在过节期间也能随时随地享受到电商的便利服务。老乡们都买点啥呢？拼多多数据显示，厨房升级、餐桌升级的双升趋势明显。家用绞肉机、咖啡机、扫地机器人等小家电及智能家居产品需求持续旺盛，柴火灶搭配咖啡机成为农村厨房里的别样风景。腊肉进城，海鲜进村，也成为今年年货消费的关键词。波士顿龙虾、北海道秋刀鱼、海湾瑶柱、智利三文鱼等登上农村过年餐桌。在四川巴中的一个村庄，当地村民一次性拼购了80多单海鲜大礼包，组团吃海鲜过大年。当然，一些财经媒体也在梳理这个春节账单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全国的这个零售啊，还有这个消费，是2014年同口径有这个数据以来呢，首次的个位数的增长。但是也这也不代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费增速啊就下来了。其实更长的数据你要看春节之前那一段时间，就已经有很多的人，比方说出国了、出去旅游了、错峰了，或者像我们刚才片子里看到这样的反错峰的消费了等等。而且还要再看看春节之后，如果大家这个消费啊能够平摊到更长的时间段，其实反而说明我们这个假期集中消费、集中出行旅游的这个现象有所减缓，这个是前些年比不了的，说明大家的时间应该更加的充分了一些。当然也有增速很快的，比方说来自银联的这个数据表明，2019年春节长假前6天，银联网络的交易金额已达到了9673亿元，比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78.8%。今年春节前6天的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了去年春节长假7天的总量，创下了历年春节长假的新高。那今年春节消费者更加舍得花钱，那不论是孝敬老人、奖励晚辈，还是犒劳一下辛苦了一年的自己。另外呢，购置珠宝首饰，过一个珠光宝气的农历猪年，也是今年的一大消费特色。春节期间呢，黄金珠宝的销售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了90%。随着受理环境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是开始习惯使用更加安全快捷的新兴支付方式。春节期间，以银联二维码支付和华为 Pay、 Apple Pay 等银联手机闪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业务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2.5倍和4.5倍。再来看这个春运人次啊，昨天也就初六，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春节假期全国交通运输服务总体平稳有序。春运前20天累计发送旅客13.95亿人次，增长0.79%，其中铁路发送旅客1.86亿人次，增长8.09%，道路发送旅客11.53亿人次，下降0.45%。水路发送旅客2119.3万人次，下降4.64%，民航发送旅客3543.18万人次，增长10.25%，邮政业务总量12.7亿件，增长58.2%，
在运量稳步增长的情况下，未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严重拥堵旅客滞留情况。据统计，春节假期七天，全国道路运输共发送旅客约3.38亿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0.8%。昨天迎来春运返程客流高峰，道路客运量达到7930余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0.83%。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今天这个媒体新势力的榜单呢，就来强调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文明，已经是文化旅游市场繁荣嘛，文不文明呢？现在除了走亲访友、外出旅游以外呢，大家还是各种喜欢各种方式的祈福吧。这个祈福当中其实就有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比如说最近在河南洛阳的一个景区，游客呢为了去祈福，就把这个钱币呢都扔到那个鱼池里边，大量的这个硬币啊、纸币啊，要么飘在水面上，要么就沉到了水底下。但水活在这个水里边的鱼呢，就不干了，都只能在钱缝当中求生存。挑起来的都证明这都是迷信了，有福。这都是让他这都现在挪地下挪破土的，你能扔中间不下不沉地啊，都是好事，也是好的说法。看了心理作用啊，心理作用。真替这一池子的锦鲤难受，不仅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连这个池子里的水呢都被钱给污染了。这不是虐待小动物吗？这幸福生活啊都是干出来的，不是靠扔钱扔出来的。而且这还涉嫌故意损毁人民币，真的不应该提倡。因为人们的祈福而受连累的除了这个锦鲤啊，还有雕像。在甘肃兰州五泉山公园有一座霍去病的雕像，你听这名字啊有点意思。结果呢，在春节期间也受人追捧，成了一个祈福之地。连续好几天，雕塑前排起了长队，祈福者纷纷上去摸这个霍去病。为什么摸它呢？去病两个字嘛。您是今天几点过来的？七点多出门的。本身上他霍去病，他并不是去病，因他的谐音，那弄下去。问一下，您感觉代表什么含义呢？我就不好，毕竟老疼老疼的，自己感觉就是去了病就行了，霍就不能摸了。就把那两个字的谐音取下来去，从我内心里想，那就懂得一拖呗，是吧？对。哎呀，甘肃啊，还这么冷的天儿，一站半天，足以说明其实你身体还可以，只需要日后保持锻炼。不摸那个名牌，你也能够健健康康的。如果真的是得了病的话，那也得去找医生，不是去找这个霍去病。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西汉名将啊，他其实20多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不是去了病，而是因病去了。祈福的初衷我们都懂，但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这种形式，我们觉得可以商量一下。如果说这摸名牌还只是让名牌越磨越亮的话，那下边这个祈福呢，则有可能啊，让原本的自然景观都变成了人造景观。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呢，有一处岩壁上，那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一些孔洞，自然形成的啊。但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说，你只要把这个手指往这个洞里边戳一戳、转一转，就能够转运。所以呢，来这儿的游客纷纷照做。是用手啊搓出来的啊，其实为什么那个用手能够搓出来哈、啊？其实因为它这个山体是咱们的丹霞地貌啊，丹霞地貌这边的土质呢比较疏松，地比较软。再运就。那给你们出一根水。
艺人不好就不成这样子，你说有好多人，你们抓的，我抓的，农民说的，那人家一摸一身，一丢一身的，知道不？这么多的孔，真的是像这刚才里边说的，就是丹霞地貌是人手指头戳出来的吗？四川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已经回应了，这个岩壁上的孔洞呢是天然形成的，因为岩壁不是文物呢，所以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大家触摸，不允许你戳去指，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游客触摸以后会导致这个岩壁风化加速。但是我们总觉得吧，这样的祈福呢，总有一些滑稽的成分，有点过于追求一种形式感了。对未来寄予希望，虔诚地许下美好的祝愿，这样的行为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所有的人的祝愿呢，都可以变成现实。但我们只想说啊，别把这个许愿变成一种跟风和迷信，脚踏实地地干，幸福啊才会真的来找你，不是那个千人戳万人指。这外出游玩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尤其是您参观这个动物的时候，别看有些动物平时看着上去很呆萌，但有可能它也是野兽哦。最近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就有一位家长呢，竟然让孩子双腿朝里在围栏上看里边的那大熊猫，结果孩子一不小心掉进了熊猫的圈舍里。熊猫过来了，赶紧拉吧！哎呀，熊猫来了！拉吧！你把人家撕开了！反正就这样连拖带拽的把孩子给救了上来。熊猫你别以为它是猫啊，真的是熊啊，它这也是一种猛兽，搞不好会咬人的。万幸的是这孩子呢最终还是没有受伤，好像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惊吓。不过还是对这个孩子的家长我们说上几句，这熊猫萌归萌，呆归呆，但是真的归类起来它属于大型猛兽，让这孩子坐在围栏上，其实就是把他置于危险当中。要知道他受惊以后是会攻击人类的。人和动物的美好呢，在于相互的敬而远之，互不干扰，让彼此有一份安全感。那除了这种意外呢，还有人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当然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在浙江绍兴，有一名男游客为了欣赏风景，不顾警示，徒手攀爬峭壁悬崖，结果被困上边了，只能请救援人员把他救下来。对，过来过来，师傅来，好了，到了，师傅，好的，好的，哎，好的，发现了，哎，我们这么多人，过去过去了，慢点，来来来来，不要急，慢点慢点，不要急，小心小心小心。慢点除了这不管不顾的，还有些人呢，除了要带走美好的记忆以外，总想顺手牵羊点什么。哎，也不对，这不叫顺手牵羊，叫顺手牵猪。我们来看看在2月9号广东清远某景区发生的事儿。这个是景区的都不能抱走的，那游客抱住的抱走那个猪啊，我们追得很远的，还追到，就是
电视都不要报纸的名声了，我们是很难追得到的。甭管是猪是羊是模型，总之呢你是不能自己拿走的。还好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猪给要了回来，不然这两名游客的行为呢很可能就算是盗窃了。这两个姑娘您想过没有，你要把这个模型猪带出景区，很可能被这个模型猪带进派出所啊。都说消费升级，文明是不是也该升级呢？2019年新中国迎来70华诞，也是深圳建市40周年。从今天开始呢，深圳特区报将在头版显著位置连续推出8篇乙亥新春系列评论。其中呢，主题为打造核心引擎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深圳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总牵引，深圳要全面推进和港澳的深度合作，继续在构建新型合作模式、搭建多元合作平台等方面先行探索，在协同创新、空间对接、扩大开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等方面取得更多实质成果。主题为一切为了人民的评论指出，把人民摆在改革发展一切工作的 C 位，突出需求导向，多谋民生之利，突出问题导向，多解民生之忧，打破民生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瓶颈，掀起一场深刻的民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评论势必有法则强调，改革发展任务千头万绪，要善于弹钢琴，既有先后次序，又分轻重缓急，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要牵住牛鼻子，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带动改革整体推进，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总牵引，营商环境改革为重心，牵一发而动全身，落一子而全盘活。反正说了这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把人民放在 C 位啊，要让人民说话。那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也让大家来说话。不管你舍不舍得，这个春节假期呢，都和我们说拜拜了。那盼了整整一年，这假怎么这么快就过了呢？除了没过瘾，相信在这7天里边啊，甭管是回家探亲的，还是在外坚守的，还是出国旅游的，希望大家呢，把您的这个感触啊、感慨啊、快乐啊、忧伤啊、感动啊、惊喜啊等等，都发给我们。工作日的第一天，把这心里话都端出来，和大家一块分享。欢迎大家通过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和我们来互动。另外，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抽奖页面。稍后还是我们这个送出的工作日的第一本好书，等着大家，一共有50本。好，稍后静静给大家带来第一时段的《看天下》。第一时段的看天下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天气情况。7号起，影响西藏阿里地区西部和日喀则市南部的暴风雪正在逐步减弱，降雪东移至西藏山南、林芝和昌都市，雪势明显减小。当地各地啊，正在紧张地投入到雪后的恢复工作中。记者从日喀则市应急办了解到，从9号晚间开始，聂拉木县降雪明显减弱，截止到2月10号上午10时，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全县降雪已停止，天气阴转多云。目前，聂拉木县城主要街道已基本抢通，县内318国道和乡村道路也在进行融雪除雪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截至记者发稿时，日喀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共计投入警力633人，警车110台，对日喀则市区域内237名滞留人员和74辆滞留车辆成功进行救援，并积极进行道路除冰工作。10号上午11时，318国道日喀则至拉萨段解除临时交通管制，当地交警部门采取警车压速，保证行车安全，顺利引导滞留车辆离开。目前，国道318日喀则段无滞留人员和交通管制。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聂拉木消防大队、吉隆消防大队也从9号开始清理当地县城道路积雪，并入户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群众过年期间的用火用电安全。中央气象台10号11时发布，预计11号西藏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昨天全国公路进入返程的车流高峰，而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影响，全国有12个省份的70多条高速和8条国省道的100多个路段一度封闭。交通运输部多措并举，确保公路出行安全。大年初六，全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雨雪，南方多阴雨天气。受此影响，河北、陕西、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多条高速公路局部路段封闭，各地交通部门加紧铲冰除雪。在江苏徐州、宿迁、淮安地区出现雨夹雪或小雪天气。受假期返程高峰及路面湿滑双重影响，江苏省大部分高速公路实行了限速80公里每小时的措施，部分路段流量较大，出现阶段性车多缓行情况。南京二桥、润阳大桥、江阴大桥、苏通大桥以及沪蓉高速常州无锡段等车流量较大。安徽、湖北、陕西和河南4省雨雪天气对道路影响较大，当地的交通部门积极除雪，在高速公路上撒融雪剂，安排工作人员在车流量大的地方维持交通秩序。由于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数量增多，部分高速的局部路段出现短时排队现象。交通运输部针对可能出现的流量激增和交通事故等情况，加强地方力量部署，提前布置清障设备和人员，主动做好车辆绕行疏导工作，同时加强跨部门协调联动，主动与气象部门会商，及时了解恶劣天气可能造成的道路阻断情况，做好铲冰除雪设备和人员的安排，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好交通疏导、车辆分流、应急处置、清障救援等工作。在江苏苏州，昨天也出现了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受雨雪天气影响，在不少高速公路上出现了拥堵以及车辆事故的情况。昨天凌晨，从沪宁高速苏州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返程往上海方向的车流汇集成了一条光带。受雨雪天气影响，不少人虽然提前出发，但路上所花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预期。等我到上海差不多24个小时了，整整一天，我们平常10几个小时的车程。交警部门统计，从8号开始，苏州高速路网就出现返程车流，而在昨天，车流量超过15万辆，事故时有发生。在沪宁高速往上海方向1124公里处，因前方一辆车抛锚，后方2辆车没有保持合理车速和车距发生碰擦，结果导致后方形成小范围拥堵。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理并疏导交通。气象部门预计，这几天苏州会有新一轮雨雪天气。昨天凌晨，安徽省境内岳武高速安庆段发生一起23辆车相撞事故，事故导致5人身亡，4人不同程度受伤。经现场调查发现，事故车辆均是因为路面结冰湿滑造成的。10号凌晨，安徽省安庆市交警支队接到报警称，岳武高速下行线安庆段发生了多车多点相撞事故。经现场调查发现，事故车辆均是因为路面结冰湿滑造成的，据统计共有23台车辆受损。当地交警随即对事发路段进行了临时封闭和交通管制，并联合高速管理部门调来11台大型设备，将受损车辆脱离现场。与此同时，当地消防、医疗等部门也赶到现场共同救援。上午10点50分，现场处理完毕后，交通才逐步恢复。为避免事故再次发生，当地交警联合相关部门对结冰路段进行除冰，并采取相关应急措施确保安全。此次事故造成5人遇难、4人受伤，目前伤者生命体征比较平稳，正在医院紧急救治，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所以返程路上大家要多多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假期。在春节期间呢，出门在外的游客是逛景区、赏民俗、品美食，体验不一样的风情，度过不一样的春节。在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景区内，身着黎族、苗族特色服饰的阿哥阿妹们，伴随着欢快喜庆的音乐，跳起黎香丽影、运钱铃等黎苗歌舞，与游客共度春节时光。据了解，景区内还举办了名家书画作品邀请展、背诵天涯诗词、送礼品和琼聚闹新春等特色活动，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在广州的海洋馆内，一个巨型展示缸内，一条近6米长的黄金巨龙在海水中舞动，为游客带来龙腾四海的吉祥寓意。
万尾黄金身在一旁群游，组成难得一见的海底黄金风暴。在企鹅展区内，黑白的企鹅也有了色彩的点缀，驯养员为他们戴上富有节日气氛的红围巾，呆萌的气质更加惹人喜爱。而白鲸也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春节的到来，通过拍打水花为游客送上春节的祝福。湖南张家界桑植县是全国三大白族群众聚居区之一，在九天洞、苦竹寨、平湖等景点内，白族文艺表演队的节目引人入胜，帐鼓舞、九子鞭与唢呐交替表演，现场洋溢着一片欢快气氛。在云南昆明，各景区推出的少数民族风情拜年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了大批游客。其中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民族歌舞、花车巡游等项目最受欢迎。在广东深圳，一年一度的欢乐灯会成为当地人过春节的打卡圣地，集赏灯、游玩、美食、游艺于一体的欢乐嘉年华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深圳台记者何佳琪昨天晚上从灯会现场发回的报道。现在今年的灯会呢是在深圳湾畔，我们看到在欢乐灯会的现场，现在人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在春节假期间呢，它总共是吸引了大约10万人次前来看花灯。今年的灯会啊，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关键词啊来做一个概括，那一个呢就是颜值高，那么第二呢就是年味浓。那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颜值高啊，我们今年的灯会啊到处都可以看到是浓浓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比如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华夏之根、文明之花这样一个大型的灯组，也是我们今年灯会啊唯一一个呢是在水上的彩灯组，而且呢它的规模比较大啊，长100米，高18米啊，也是成为了大家拍照首选的一个地方，非常的热闹。再近一点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有一些长城、城墙的元素，所以呢像灯光长城啊是不少人呢第一次看到，也是呢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除此之外啊，我们在现场呢还可以看到由彩灯而组成的故宫的造型，还有像中国的一些神话故事啊也通过我们的彩灯来去讲述。特别有意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当你走进这些彩灯的时候啊，还会有语音为你讲述这些神话背后的故事。所以说啊，我们的灯会啊不仅仅呢是颜值高，而且呢也内涵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说在边看花灯还可以边长知识，也是别有一番乐趣。那么今年的彩灯灯会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占地面积呢是有5万平方米，总共呢是有60多组大型的彩灯，还有数万盏手工制作的精美的花灯。所以说在这里呢一走进来，你就仿佛到了一片灯光的海洋，真的是璀璨，非常的漂亮。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啊，我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年味浓。那么这里啊不仅仅是可以赏花灯啊，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在这边边逛边吃边玩，比如说我们边走边看边猜灯谜，还可以呢在舞台上看到不间断在表演的舞狮、舞龙，还有杂技、魔术等表演。除此之外呢，还有在你童年记忆当中深深怀念的一些美食呢，也可以在这边的美食一条街满足您的愿望。那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哈，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返程的路上。未来的天气好不好，会对大家的返程造成什么影响呢？马上有请气象主播孔德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翘，早上好。大家好，静静。的确呢，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哈，也是这个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在全国大部来说呢，本周在周中的时候，北方将会迎来一次降雪的天气过程。南方的本周雪并不是很多，但是要注意，大部地区依然是阴雨天气非常的广泛，阳光将会再次成为稀缺品。我们来看看节后第一天，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总的来说呢，北方大部的天气状况非常的不错，利于大家的返程出行。那仅仅是在新疆的西北部、内蒙古的中部、河北北部以及河南的东南部这一带会有一些小范围的降雪出现，那相较之下呢，这个南方的雪也会停下来，但是我们看到阴雨天气的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像今天在浙江、
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的中北部、贵州、广西的北部以及台湾东部就将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台湾的东部甚至会有大雨出现。不过呢，之前由于降雪出现航班延误的几个城市，比如说南京、合肥、西安，那今天的雪就会停下来，航班也会在陆陆续续的恢复当中。但是途经像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河南这一带的高速哈，路面可能还会存在着积雪和结冰的情况，所以今天要在这一带走高速返程的朋友一定要提早的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静静，你刚才说到本周的中期呢，北方又要降雪了呢，具体会下在哪里呢？可能北方的朋友们听到这儿哈，都比较关注，从明天开始到大后天，在北方将会迎来一次非常明显的降雪过程。区域呢，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的东部、东北的南部以及华北、黄淮这一带。要特别说一下，以北京为代表的华北这一带呢，这次的降雪的形势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北京的朋友们在未来几天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了。到了15号、17号的时候呢，江汉、江淮这一带，将可能也会有一些雪化出现，不过呢时效比较远，我们也会保持关注。那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在缓慢的攀升当中，比如说明天的时候，在长江流域这一带最高气温就会缓慢攀升到5到10度之间。但是未来一周冷空气比较频繁，再加上刚刚提到会有雨雪的打压，所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仍然是会处于一个较常年同期偏冷的一个状态哈。好，天气我们先说到这儿了。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一艘载有11名中国游客的快艇由泰国皮皮岛返回普吉岛时，撞上一艘停泊的运油船，导致11名中国游客和2名船员受伤。事故发生以后，伤者被送到普吉岛的2所医院进行救治。9号的撞船事故发生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2所医院看望伤者，要求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警方、海事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要求相关方面妥善处理后续事宜。9号当天，泰方普吉府、旅游警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均赶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协助。10号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看望伤者。据介绍，这11名受伤中国游客是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2个家庭，他们以自由行的方式前往普吉岛旅游。截至目前，6名受伤中国游客经过治疗后已经出院，另外5名受伤中国游客需要继续在医院住院进行观察。根据印度媒体9号的报道，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近日发生了几起假酒致死事件。当地媒体报道说，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将近90人。据今日印度周刊报道，在北方邦的萨哈兰普尔地区和北阿坎德邦的鲁尔基地区，分别有46人和20人死亡。此外，在这两个邦的其他地区，还有约20人死亡。而这些数字还没有得到印度相关权威部门的确认。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的首席部长已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将向每名死者家属发放20万卢比，约合2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据悉，假酒事件发生后，印度当局加大了对制售假酒的打击力度。截至目前，已抓捕至少30名涉案人员，查获超过400升的假酒，几十名地方政府官员和警员被停职调查。印度农村经常发生不法商人兜售假酒造成集体中毒的案件，这类假酒常掺兑工业酒精，可致人死亡。虽然印度政府明令禁止制售假酒并采取打击措施，但是这些年来呢，印度仍然是多次发生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假酒致死事件。2009年7月，印度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地区发生假酒案，导致136人死亡，死者大多为当地工人。事件发生后，警方逮捕了超过800名非法酿酒商，古吉拉特邦因此设立新法律，严惩制售假酒者。2011年12月，印度西孟加拉邦一个村庄发生集体饮用假酒致死事件，造成超过170人死亡，当时大约有300人因饮用假酒陆续被送到医院治疗。
事件发生后，警方逮捕了12名涉嫌制造和贩卖假酒的嫌疑人。2015年6月，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发生饮用假酒致死事件，该事件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假酒致死事件主要发生在拉克西米格尔贫民窟，那里居住的主要是从印度各地到孟买打工的人。之后，孟买警方逮捕了包括8名警察在内的15名嫌疑人。据警方表示，这些被捕的警察玩忽职守，甚至是从中渔利，这是导致假酒的地下贩卖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接下来关注全球多地遭遇的极端天气。近期从地处南半球正值夏季的澳大利亚，到北半球频繁遭遇寒流袭击的美国和英国，多地都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极端天气。上述国家近日来陆续遭遇暴风雨和暴风雪袭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澳大利亚沿海城市悉尼遭遇强风暴雨天气袭击，事发时的视频引发了多国媒体关注。在延时拍摄的镜头中，厚重的乌云铺天盖地，在强风的作用下从海上向城市压来，乌云低垂，高层建筑瞬时被吞没，云层中还可以隐约看到电光闪烁，场面蔚为壮观。暴风雨还伴随着强烈的雷电活动，一段拍摄于夜间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空中条条银蛇狂舞，撕开了夜幕，点亮了夜空。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的暴风雨天气造成悉尼数千户居民断电，暴风雨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带来了强降水和狂风。另据英国卫报近期消息，英国多地大范围遭遇风暴袭击，极端天气目前已导致3人死亡。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道路两旁的树木被强风吹断，倒在道路当中，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在伦敦希斯罗机场，一架飞机在强风的影响下，机身不停晃动，难以平稳降落。英国气象部门表示，目前风暴天气已有所缓和，但英格兰南部等多个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天气，提醒民众出行注意安全。此外，严寒天气正在引发美国西部地区持续降雪，本轮暴风雪对西雅图的交通运转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据报道，厚厚的积雪让车辆出行变得困难，交通事故多发。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积雪厚度一度达到了16厘米，仅9号当天就有约225架次航班被迫取消，部分商店和公共设施被迫关闭，还有数万民众受到了断电影响。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当地时间10号，西雅图还会有更多降雪。而且在下周，很可能还会迎来新一轮的暴风雪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的严寒天气。受强寒潮天气影响，日本关东地区10号因积雪道路结冰，交通事故频发。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东京都10号上午的最低气温跌至-1.2摄氏度，加上9号遭遇的雨夹雪天气，道路湿滑，影响民众出行。东京警视厅10号发布消息说，在过去24小时内，东京都共接到交通事故报警约505件，其中人员受伤的报告129件。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东京都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16人因路滑跌倒被急救送医。此外，北海道10号气温持续走低。据札幌气象台的数据，10号早晨观测到鹿别町气温为-28.7摄氏度，阿寒湖畔为-27摄氏度。低温严寒使得北海道博核电站的灭火设备因部分冻结而发生故障。北海道电力公司表示，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修理作业。极端天气频发，生活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类。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还影响到了北极熊。由于觅食捕猎变得愈发困难，俄罗斯北部地区近期频发北极熊进入居民区觅食的事件。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综合今日俄罗斯网站等多家俄罗斯媒体9号和10号两天来的报道，近几个月来，大批北极熊闯入俄罗斯位于北极地区的新地岛居民区周边活动，并出现袭击人类的行为。当地自9号起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新地岛是俄罗斯位于北极地区的岛屿，岛上常住居民有2000多人。当地居民表示，这是近年来当地发生的最严重的北极熊入侵事件。由于俄罗斯禁止射杀北极熊，
当地警察使用汽车鸣笛、信号灯等多种方式试图驱赶这些不速之客，但基本起不到作用，有不少北极熊就是赖着不走。由于近年来全球变暖加剧，北极地区的冰盖变薄变少，北极熊觅食困难，进入陆地人类活动区域觅食的事件时有发生。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今年春运以来单日客流最高峰，受降雪冰冻天气影响，京广、陇海等高铁线路限速运行。初六，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252万人次，创今年春运以来单日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加开旅客列车1067列，受降雪冰冻天气影响，京广、陇海等高铁线路限速运行。北京、武汉、郑州等地上百趟列车不同程度晚点，针对我国中东部、西部地区大范围雨雪天气带来的不利因素，多地启动大客流应急预案。北京、西安、呼和浩特铁路部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增开和延时夜间公交车辆，实现铁路、公交、民航顺畅接驳，为夜间到达旅客提供最后一公里便利。春节期间，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管内的各趟列车和各个车站，具有云南特色的文艺表演唱响了车厢，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不一样的云南民族风情。啊，我们那风那一美，不知长为路。在昆明开往蒙自的乘8304次国怀绿复兴号动车上，上演了云南民族风味浓郁的春节大餐。开远铁路公安处的民警们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海菜枪搬上列车，同时还教旅客跳起了当地的烟河舞，葫芦丝演奏月光下的凤尾竹，吉他弹唱在他乡等，营造了浓浓的喜乐氛围。列车上欢歌相伴，车站里暖流涌动。在蒙自火车站，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为旅客精心准备了原生态的哈尼族、彝族等民族舞蹈表演，并邀请旅客共同参与。整个候车室内喜庆祥和，笑声不断。春运，一列列高速飞驰的动车穿越大江南北，将亿万旅客安全运送回家，这其中离不开铁路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有着动车远程医师之称的系统检测人员，他们是怎么为我们的旅途保驾护航的。这里是铁控 ETP， 请把车号、车次、班号告诉我一下。好，知道了。张建坤介绍，列车超速防护系统就像人的大脑神经中枢一样，他们的职责就是对列车上相关系统的报警进行应急处置，而 ATP 设备就像电脑的 CPU 一样，对接收到的大量地面信息自动进行换算处理，对列车速度进行控制，还会在 ATP 显示屏上实时显示路况信息，方便司机驾驶。如果 ATP 设备出现故障，就会导致高速运行的列车停车晚点，影响旅客的正常出行。目前我们负责十列复兴号和73列标准动车组的 ATP 检修任务。春运期间，平均每天晚上，我们需要检修23列动车，需要我们从晚上6点一直干到凌晨4点。一不留神的春节假期就这么结束了，相信很多人都还恋恋不舍。那节假日的喜庆团圆、欢乐相聚的感动，是多么的温暖和难忘。可是呢，也有这么一群人，当别人合家团聚共享天伦的时候，因为职责在身，他们只能孤独地驻守在远离人烟的地方，与寂寞为伴，用思念捎去对家人的问候。家乡的烟火离他们很远，但他们的坚守却离我们的幸福很近。从今天起呢，我们就走进这群默默注视着别人幸福与平安的守护者，看一看他们不一样的春节和这段没有假期的小长假。说到滇越铁路，就不得不提一座桥，它就是人字桥。
人字桥是滇越铁路昆河段上一座著名的铁路大桥。尽管这座桥全长只有70米，架设于峡谷两端，作为滇越铁路的咽喉和建筑史上的奇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19年春节，民警王庆华和他的队员们照例在人字桥上迎送着过往的列车。与此同时，派出所所长耿其新和同事正从平边县城出发，穿越大围山的峡谷，为王庆华的护桥队送去年货。因为和往年一样，这个春节王庆华和队员们依然不能回家过年。所长送来的年货很丰富，肉蛋蔬菜应有尽有，看来除夕夜王庆华和他的战友们可以享用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了。虽然身处荒山野岭，周边杳无人烟，但过年的气氛一定要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干杯。华灯初上，夜幕降临，王庆华和战友们围坐在桌前欢庆除夕。此时的王庆华心中不禁想起自己的父亲。王庆华的父亲王开林也曾经是这里的守桥人，18年的坚守让大山深处的铁桥上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印记，这也是王庆华最终决定来到人字桥的主要原因。我出生在这个地方，对昆河铁路线有深厚的感情，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当兵入伍，转业后回到了地方，也如愿当了一名铁路警察。父亲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人字桥上，熟悉桥上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印记。就这样，王庆华接过了父亲手中的工作。现在虽然父亲已经不在了，王庆华却沿着父亲的足迹走遍了附近的山山水水，守卫着疾驰列车脚下的这座大桥。父亲不在了，我在这，人在桥在，这既是父亲的遗意，也是我们的责任。祖国需要保卫，家人需要守护，人字桥就是我们需要守卫的岗位，这个远方就是我们需要站立的远方。在远离闹市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大山里，也有一名扎根深山25年的驻站民警孟宪文。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他默默守护着一方安宁。孟宪文是北京铁路公安处的一名普通的驻站民警，1994年开始从事驻站工作，自2002年开始接手沙城站派出所辖区驻站工作。我管辖的辖区吧，现在有就是九个村啊，就一个乡镇。这全县的老百姓有多少了？就是有将近8000人吧。在孟宪文刚参加驻站工作时，辖区内的列车还都是货运列车。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官厅站除了要经过货运列车外，还要经过3列客运列车，等待一趟列车的旅客最多时有200多人。安检查危疏导工作也成了孟宪文工作的重点。孟宪文在官厅站担任驻站民警的16年中，官厅站沿线秩序治安逐年好转，13年没发生任何刑事治安案件。巡线工作是孟宪文日常工作的主色调，每天巡线20公里，经过51个隧道和3公里的山路，每天往返要花费6个小时。官厅站、官厅西站到旧庄窝站铁路沿线，铁轨的两面都是大山，偶尔才能看到几个村落，山里人少，温度也比城区要低不少。因为左腿里有钢板的缘故，每逢冬天，孟宪文的左腿都容易被冻得生疼。巡路时，他不得不走个20-30分钟，就要停下来歇一歇。因为路途遥远，又独自巡线，孟宪文每次还会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除了途经黑漆漆的隧道时用来照明的手电筒外，还装着面包和矿泉水。在来回20公里的巡线路程中，孟宪文饿了就啃几口面包充饥。这是咱们沙峡县的一个交汇点，这个有桥上有桥架呀，这是咱们总店放放的部分。有个盘子，有个送的印象行车的地方，印象咱们行车，所以说上来必须得看看，看完以后心里就踏实了。
老孟今年已经52岁，他告诉我们家里三代人都是警察，为此老孟也一直很自豪。如今他也时常教育孩子要认真工作，甘于平凡，敢于吃苦，真正的把老一辈公安人好的品质作风传承下去。我要能在这儿住到退休，在我退休以前吧，我第一点线路上，第50多公里线，48公里的线路上吧，应该是平安无事啊，没有什么这个违心事件等等一切的发生，这是我最大心愿。